韩国有亚洲第一美女之称的李淳敏以及周柏豪，在中环海滨活动空间进行旅游日志节目拍摄。周柏豪跟代表香港旅游大使连同李淳敏带大家品尝本地特色美食及体验各式休闲活动，望同时发掘香港传统风俗。李淳敏接受访问时表示，自己来香港旅游过很多次，但这次来港拍摄旅游节目，特别邀请好友周柏豪参与演出。他更透露，如有机会，希望能与刘德华合作电影。I want to work with Andy Lau in movie. Why? Because I've seen many movies that he was in, and I want to learn from him.周柏豪这次是好友 Clara 特别点名要求参与合作，因为两人在早前一个颁奖礼上认识，之后便一直保持感情。他更坦言，因为今天就是跟他有两天的拍摄，就是关于香港旅游 的地方，好地方，好吃的东西。然后我就是他的香港的朋友，所以他就邀请我在节目里面当他的好朋友。对啊，然后就带他去那些地方。有啊，大家也有这个计划，因为他很喜欢音乐，所以他平常也有发片，他就邀请我在未来有一些音乐上面的合作，因为他知道我有写歌，还有我自己也有制作的音乐，所以就在未来我相信会有很多音乐的 project， 有一些的计划会发生的。